你是徐龙相？嗯。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。这大概就是命吧。你想打架？都说徐家次子心诚如镜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阁下，想对我徒弟做什么呀？龙虎天师赵希团，你又是谁呀？一场误会，在下来龙虎山也是为了寻人，打扰天师，就此别过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老道士，咱们打他吗？三千红丝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本辈也是奉命来寻人，还请天师恩我。你刚才想动手？误会而已。给我徒弟认个错。在下一时糊涂，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了吗？这是我衣钵传人，一万个妖就够了吗？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算。要不我磕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名后辈玉素化石。你走吧。多谢天师，多谢小王爷。能屈能伸呐，新一辈又要出人才喽。老道士别怕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打他。什么老道士？老道士，你得叫我师傅。老道士师傅。行吧。相公。相公，夫人，这刘先生已经被马拖走好一会儿了。带头的那个自称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刘立庭，刘大人。刘大人跟谁拖在他后边？又闯祸了。你好像瘦了。
回家好不好？上柱国好悠闲呐。哟，寒雕寺，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？前几日不在京，上柱国莫怪。这不，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。天下宦官之首，给我问安，当不起啊。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、啊。怎么，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？怕是赢不了。这么些天他一盘棋没输过。这难道还能救啊？他呀，赢了才往下下，要是快输了，他把棋子儿全糊涂了。这棋品可有点无赖。哼，何止棋品呢、啊？棋品如人品，啊！嘿嘿嘿嘿嘿嘿，世子倒是得了上柱国的真传呐、啊。我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？江南密报，上柱国请看。哎，既然是密报，我就不看了。事情不小，上柱国还是看看吧。现在已经老了，啊，眼也花了，你说给我听听。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廷家中，随即将刘黎廷绑于马后，拖至羊城，把人活活拖死。此事一出，文坛震惊，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。既然人死了，那就把他法办了，跟我说这干什么？第二份密报，世子入阳城时与刺客伏击。上柱国不问问世子生死吗？他要是真的死了，你就带着禁军来找我来了。上柱国这话里藏的什么意思啊？说说啊。这些当宦官的，这弯弯绕就是多，啊，做事说话黏黏糊糊的，一点都不敞亮，这见着就烦。你们斗嘴，别扯我头上啊！刚才不算我，是他打扰的。哎，又赖。经查，世子背后被刺客击中，血溅当场。跟你了，赶紧啊！幸好随行骑兵救援及时，世子洪福齐天，有惊无险，这会儿在卢府养伤。哎呀，哎呀！小心点。怎么样？
伤口复原的还不错，只受了点皮外伤。要是再偏一点，恐怕连命都没了。这小子，姐，你放心，祸害一千年，我可没那么容易死。你还说呢？知道有刺客，为何不小心防备？我这不着急帮你出气吗？刘丽婷死了，他想害你，罪有应得。你知不知道他那发妻想高官抓你？当街杀人，连王法都不管了。府衙不肯接状子，对外说是衙里官吏受了风寒，难道是怕了我世子身份？这是江南，怕你北凉世子做什么？要说啊，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卢家早该把你赶出府去了，才不想为你接下这么大麻烦呢。那怎么就改主意了？要说呢，祸福相依，这伤啊也算来得及时。世子这一伤，可把卢家上上下下惊着了。本来刘黎婷一死，卢家就打算抽身事外，让世子自己去应对江南群情激愤。可偏偏这时候，刺客就伤了他。哎，还是怕北凉，啊？是啊。世子闹得再大，卢家都敢翻脸训斥，毕竟是有姻亲。可刺客这一闹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卢家就得小心护着世子，可不能让您觉着是他们下的杀手。哎，都是亲家，没必要那么小心翼翼的。亲家，卢道林是礼部尚书，人就在京城，上柱国来了这么多天，他来瞧过您一眼吗？大家都忙，没必要强求。这里就咱们三个，话就说得通透些。北凉和卢家是有姻亲，可卢家也不会把自个儿绑在北凉船上。要我说，世子到了阳城，卢家是要给个下马威，让圣上安心的。可刺客这一动手，反而要护着世子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好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，可不敢让你真出了什么事儿。要说咱爹这人徒的名声，那也不是白给的。衙门不接状子，也是卢家安排的。名门士族在江南，那不跟土皇帝一样？有好处，那也得有坏处吧。坏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和北凉就走得太近了，在京城那边，恐怕说不过去。二乔是我在路边救的丫头。他不是卢家人，卢家就没几个好人。要不是世子你受了伤，平日连卢炭都不给咱们屋里送。卢家对你这么苛刻？那是。好好换药，别胡说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。咱们说正事儿，爹现在在京城，正在替你保住世袭罔替呢。只是如果江南和北凉不起任何争执的话，皇上怎么肯把北凉王位留给你呢？上柱国，陛下想看见什么，你该知道。陛下喜欢看什么，我哪知道？徐凤年在江南杀人，可说是凶悍暴虐。
可陛下看着高兴，他闹得越厉害，江南文人越恨他，陛下就越满意。你倒是肯说两句实话啊。可这一受伤，卢家小心翼翼地护着，局势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让陛下下一道旨意。这下什么旨意？下旨让徐凤年杀他几个卢家人，来，到时候那个卢家跟徐家一定告翻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吗？上柱国莫开玩笑，陛下怎可能有这种旨意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传令给凤年，让他杀自己的亲家。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，北凉就必须是孤镇，该怎么做？上柱国自己掂量。这棋没法下下去，重新来过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哎，凤年此行遇到福将洪家刺杀，上一代洪家人就是死在他的手里。你说这刺杀跟这个韩雕寺是不是有什么牵连啊？跟你下棋就已经头大了，你何必难为一个和尚？上主播，不过韩雕寺说的也没错，卢家和北凉不闹翻，你要的世袭罔替就守不住，你就没备个后手？下棋啊，儿孙自有儿孙福啊，这次啊就看这小子运气了。要我说呢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伤稍微好一点了，在卢家找个由头大闹一场，做出个样子来，然后就什么都好说了。徐骁让我来江南，就是想让我和卢家闹翻，但是我没打算听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卢家，徐骁谋划良久，运筹帷幄，明棋暗棋，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到了，但他唯独没想过你的处境。别瞎说，我跟卢家闹翻很容易，他们又不能杀我，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，但你怎么办？你要留在卢家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他们对我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除了卢七爷没一个好人。你去换盆热水进来。哦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也不要乱想，好歹呢我也是卢家的媳妇儿啊，他们待我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你就安心办你的事儿，只要守住世袭罔替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北凉。一切要为了大局着想。为了大局就活该让你受委屈吗？这样的大局我宁愿不要。让我跟卢家闹翻可以，我就一个条件，姐，你跟我走。你傻小子。跟我去武帝城也可以，我找人送你回北凉也可以，再不成我让人送你去武道。我男人也不去。姐，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聊。
好好休息，姐不吵你。小姐，嘘。少爷一来，府里好说话多了。这个月的月例银子，说是待会儿就送过来，比往常快乐许多呢。你坐。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叫辆马车，别让府里发现。小姐要去哪儿？去祭拜亡灵。你要去刘家？嘘，小声一些。不能去啊，小姐，你这一去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你正和琉璃亭有私情的。没事，按我说的办。小姐，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。凤年不忍心做的事，只能我来做。去吧。哪儿叫的马车？车马行，没让府里发现。嗯。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刘家。我陪你去。不行，凤年这孩子聪明，见不着我会问。如果他问起，你就说我给他请大夫去了，别让他起疑心。小姐。不用担心。要不这样，回头你跟着凤年离开江南，省得留下来受欺负。我要跟小姐在一块儿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回去吧。江新郡琉璃亭府上。是。许凤年受伤了。又没死。你听我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徐潇让咱们俩一路同行，怕是不怀好意。万一真要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得靠徐凤年了。靠他？未雨绸缪，受伤了看望一下也不费事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嗯。听闻世子遭遇刺客，万幸并无大碍，不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世子，怕是睡了。哎，不是受伤了吗？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二乔在吗？你们这个月的月例银子。我们是来找世子的，请问我家世子去了哪里？我又不是这个院里的，我怎会知道？那我们再去问问。见过宰府。徐潇什么反应？说了半天没句准话。听说儿子遇刺也没反应吗？面不改色。哼，什么人徒，分明是人精。徐潇费这么多事，就为了世袭罔替，绝不会就此收手。要我看，徐家必定会和卢家闹翻，
到时候陛下恐怕真会将世袭罔替保留不变。北凉不能再姓徐。刺杀也落空了。李淳罡在徐凤年身边，那就是杀不掉了。办事的人已经去了龙虎山，龙虎山藏的那位应该能和李淳罡抗衡。无底潭边钓鱼人，我怎么不知道这山下有个无底潭？哇，杀个小舅子可真不容易。龙虎山藏了高手，这种江湖事宰府何必劳神。总之请宰府放心，一定不会让徐凤年活着回北凉。你明知陛下不愿杀徐凤年，为何帮我？绥靖之策，后患无穷。是这道理，杀徐凤年北凉必反，然而当断则断，乱一时好过乱一世。有我在，定能平定风波。宰府真是国之干城，可要说你是一心为国，我也不会信。我不管你杀徐凤年求的是什么，但我先提个醒，若有伤国体，我不会放过。要杀徐凤年就别拖太久。请宰府静待佳音。真有钓鱼人，去试试。去江心郡不会这么快，为何停车？我让宁安梅的凤子营守在卢府前后门，二乔一出来我就知道了。
你伤还没有好，不该自己出门啊。我不出来，谁能劝你回去啊？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。等我伤好了，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，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蛮夷。姐，我闯祸的本事，你总该相信吧？当然相信。那你答应了，别再委屈自己。我整天追着你跑，我的伤可好不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不让你担心。这就说定了，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伤好了，闹得个天翻地覆。他是死了吗？睡着了。前辈如何做到的？胡将红甲都给了你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父。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？这您都知道？我还知道你此番来龙虎山找我是为了杀徐凤年。您是神仙吗？为何要杀徐凤年？为国除害。不对，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，趁乱而起，夺取皇座。这是传国玉玺。我怎么了？那是幻梦吗？百官臣服，天下至尊，这是美梦。您能走入我的内心，您真的是神仙。人里终有十二穷，而思绪的变幻却有着无限的可能。
繁华山色，春雨冬雷，入眼入耳，终是入心。喜怒哀乐，爱恨冤仇，皆自心起。人心才是躯体之主，万物之境。我的功法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。刚才我用这喜印乱了你的心神，随即引你入梦。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都是你心底无限期盼的景象。都是梦？那这玉玺假的，也许只有这传国玉玺的名号才能瞬间破你心房。因为在你心底里最渴望得到的就是至高皇座。这种功法岂不是和天神一般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先了解你的过去，猜测你的心思，然后还要找到一个能够乱你心神的契机，才能引你入梦。您了解我？我早就知道你。我听师父说您也是皇族。我不会出山。北凉拥兵自重，未来一定是梁朝的心腹大患。杀了徐凤年才能消除隐患。没钓到鱼，我出不了山。钓鱼？钓什么鱼？我帮您钓。好啊，那你就先试试，把那钓竿拔出。啊？这水潭有多深啊？韩钓寺没说这是无底潭吗？无底？那您在钓什么呢？千年钓你。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您说测人心思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，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？韩钓寺把这些人塞进红甲时，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心智，自然容易。您钓江泥多少年？20多年了。还没钓到？按辈分我该如何称呼您？不用算辈分，叫名字就好。赵黄朝。哎，晚辈可不敢。叫先生吧，总归还是得尊敬些。今日不下棋了？这几日下棋一直等你开口，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直接问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拜托你帮我查一下20余年前我们家那口子在京城被伏击之事都有谁。还是难查呀。是难查，可每次咱们一碰面，你第一句话就会跟我说未有进展。这次来京城咱俩碰面，杨太岁，你对此事
只字不提，刻意回避。查到什么了？具体名单无从入手，不过倒是有一个消息，当年王妃御府有一个人在京城。谁？只是在京城啊，未必参与动手。你说我来查。这个名字我迟迟忍着不说，就怕给你惹来祸端。我会怕吗？说说看。先生，您都在这钓20多年了，偶尔出山走走，回来再钓，不是也一样吗？20年前与人交手，功法反噬，如今靠着无底盘镇住心神。若无教你，我一生都无法出山。谁能上得了您啊？还能有谁啊？武帝城那位。王仙芝。开吧，我在跟黎明作赌，赌你一定会回答，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，即使雷鸣在闪烁，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定格成画。当岁月过尽，千帆浮华，谁会再去打开它？至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，倾尽所有的感伤，只为看透。我会在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，至此今生一生一人相守，良辰美景过后你是苦衷，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